本期讲解一个无人直播著名新玩法，24小时挂机，日入1000以上的一个项目啊。通过播放小学语文课本朗读进行无人直播助眠，可以带货售卖书本，还能收礼物，一场直播下来能赚1000块钱左右啊！一场直播24小时拉满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的介绍、项目的准备、项目的实操、3节视频课。如果想要本台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无人直播助眠新玩法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台教程了。